那看样子，我就不用多说什么了吧。来吧，自己动手吧。 还不错啊，野人，就是野人。你是想让我们吃这些东西吗？没错，这些都得吃。在作战的时候有这个吃就不错不错的了。更何况，这都是常人吃不到的美味佳肴。啊！<笑>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不是有压缩干粮吗？ 压缩干粮，你懂得不少啊，嗯。压缩干粮是用来最后不时之需的，不到绝境是不允许使用的，知道吗？特种部队经常在敌后作战，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维生素和蛋白质，光靠个破压缩干粮，在你们没有打敌人之前，你们就先倒下了。 我之所以有耐心，那是因为你们是女兵。如果要是男兵，我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？我劝你们还是该退出退出吧，没有人逼你们做什么。 老鼠吗？没有，这是特战队。我只吃过野鸡、野兔，这个是特战队的专利。我们为什么要吃老鼠？嗯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。这个老鼠啊，这是最常见、最多的肉食补充。 山地里面有山鼠，田地里面有田鼠，那么像大城市里呢，就是这样的大老鼠。你们连这关都过不了，怎么当特种兵啊？啊？知道特种兵是什么吗？让我来告诉你们，特种兵。
就是在任何恶劣的条件下都能生存下来的王者。你看你可怂样，听我的话，该退出退出吧。我好不容易搞的这些活物，我可真不想浪费了。很好，我现在有答案了，全部退出。等等，赵子莲，这是规矩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在队列里就不是教导员，我不是想说什么，我是想。是。很好，看看看看看看啊，教导员，不愧是上面派下来的教导员啊，有胆识。我给你拿，啊。赵老员，杀过生吗？没有。用不用我帮你？不用。他是你的喽。来了，等什么呢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的教导员。如果能够通过选拔的，除了他以外，可能没有别人。现在如果有不想吃的、不能吃的、不愿意吃的，自行退出。姐妹们，我们要是过不了这一关，真的要退出。教导员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教导员了。我觉得您没必要受这苦啊。既然到了特种部队，就想好了要受这份苦。给我吧。哎。您不看一看啊？霸王条款有什么好看的？什么？我非要十四号。为什么？不吉利。没看出来你还挺迷信的啊。我不是迷信，我就是不要十四号。这是你想要就要的呀。啊，坐。
给你两个选择：第一，拿着你的十四号给我坐下；第二，把十四号给我交出来，马上滚蛋。说换就换的呀！你身为一个干部，应该知道集训的严肃性。是，我错了。十四号起立。十二号和十四号各扣五分。你为什么扣我分？为什么扣你分？事情是你引起的，我不扣你分，我扣谁分啊？啊？报告，是我一个人的错。所以，扣我一个人的分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护犊子是吧？他现在还不是你的兵，你现在也不是干部，他现在也不是战士，你们的军衔之前就已经撕掉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在这个地方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，听明白了吗？报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说。是我要跟他换的，所以请扣我一个人的分。好，我满足你这个愿望。十二号扣十分，十四号也扣十分。为什么？你要是再问一个为什么，我就再扣你十分。明白了吗？给我坐下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希望你们在这里捣乱。还有24分钟，希望大家抓紧时间，过时不候。阿卓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先走了，人世间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。父母大人在上，小女就此和你们拜别了。如果我先走了，我会在奈何桥上恭候你们的，请你们原谅女儿的不孝。哎哎哎哎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这是，啊？我跟你说，拜父母一定要把头
咳出声音来，呱呱呱。哎哎，不不，哎哎哎，你搞什么啊？这里这么多人呢，就算是死，也不一定是你啊。回去。骗人。看什么看？赶紧洗啊！选择军旅生涯是女儿无悔的追求，我内心唯一的愧疚就是愧对于二老的养育之恩。也许只有到了这个时候，我才能想起母亲的好。女儿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从小到大没少让妈妈操心，也没少让妈妈生气。只有到这里来，在这个时候，女儿才会诚心诚意地说一声对不起。女儿十四岁参加体工队，不仅仅是因为喜欢体育，喜欢军人这个职业，而是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，一个能跟爸爸一样在战场上厮杀的战士。女儿走了，作为军人，没有牺牲在保家卫国的战场，而是牺牲在训练场，这也许是个莫大的遗憾，但是女儿不后悔，也希望爸爸妈妈不要后悔。说你这又干嘛呢？啊？我没干什么呀。你怎么不写呢？没有这个必要。什么叫没有这个必要啊？因为我不知道写给谁。他是个孤儿。对不起啊。
就五分钟时间，福建，化妆品也算鸡零狗碎吗？废话。三号，嗯，给我也拍一张吧。行啊，女看起来还是女大兵。你狙击手。 快走！快来快来快来！
我不要退出，你不能再练了，不然你的脚会被锯掉的。老大，怎么了？他在讲。老大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叫我们生人！别让，把他给我抬走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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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是因为你们让他太轻松了，你们让他们太轻松了，他们现在身上的水分太多，全都变成泪水，没有变成汗水。谁的错？你们几个错？是你们的错，明白吗？是雷神，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吧？起来！起来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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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不是有压缩干粮吗？压缩干粮，你懂得不少啊。压缩干粮是用来最后不时之需的，不到绝境是不允许使用的，知道吗？特种部队经常在敌后作战，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维生素和蛋白质，光靠个破压缩干粮，在你们没有打敌人之前，你们就先倒下了。我之所以有耐心，那是因为你们是女兵，如果要是男兵，我哪来的这么多废话。我劝你们还是该退出退出吧，没有人逼你们做什么。老鼠吗？没有，这是特战队。等我，我只吃，我只吃过野鸡、野兔，这个是特战队的专利。我们为什么要吃老鼠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。这个老鼠啊，这是最常见的、最多的肉食哺乳动物。山地里面有山鼠，田地里面有田鼠，那么像大城市里呢，就是这样的大老鼠。你们连这关都过不了，怎么当特种兵啊？啊？知道特种兵是什么吗？让我来告诉你们，特种兵就是在任何恶劣的条件下都能生存下来的王者。怂样，听我的话，该退出退出吧。我好不容易搞的这些活物，我可真不想浪费了。很好，我现在有答案了，全部退出。等等，赵子莲，这是规矩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在队列里就不是教导员，我不是想说什么，我是想。很好，看看看看看看啊！教导员，不愧是上面派下来的教导员啊，有胆识。我给你拿，啊。教导员，杀过伤吗？没有。用不用我帮你？不用。他是你的喽。来了，等什么呢？
常好，非常好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的教导员。如果能够通过选拔的，除了他以外，可能没有别人。现在如果有不想吃的、不能吃的、不愿意吃的，自行退出。姐妹们，我们要是过不了这一关，真的要退出。来吧，我们要是过不了这一关，真的要退出。来吧，我去大风，走吧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摘头盔，走人。报告，枪。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军事素质也不差，就是有点怕虫怕老鼠，就不能给个其他机会吗？怕虫怕老鼠还不够吗？特种部队经常在丛林里生活，最常见的就是虫和老鼠，还叫我说什么吗？我们是军人，靠的是军事素质过硬。军事素质这关很容易过，心理这关最难过。我承认你们都是各个部队优秀的女兵，但是不适合在特种部队服役，回到你们老部队依然是尖子人才。退出集训队并不代表你们综合素质不过关。现在听我口令，放头盔。站住，树也有个军人的样子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是因为杜子团退出，那多没面子啊。听我说，欧阳倩，面子是鞋垫，不值钱。你身体是自己的，你自己难受只有自己知道。哎，你这样熬下去，身体迟早会被你拖垮的。我就纳了闷，奇了怪了，咱俩一起来的那家，你怎么就不同情啊？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疼过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每次我都疼得这么厉害。
运动会缓解痛经，坚持运动，以后慢慢就不疼了。啊？可我妈怎么说，来例假的时候不能运动，也不能下水，要不然一生就完了。嗯，红糖。何老师，课堂时间。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，中国女性长期受到奴役，做牛做马，所以呢，他们用他们的智慧想出了一套可以得到短暂休息的方法。经期吗？还有坐月子。啊，那这都是假的呀。可是我是真的疼，真的。时间长了，假做真实，真亦假。一开始我和你们的想法一样，后来我去了国外，看到很多外国女兵，我发现她们根本都没有坐月子和经期休息这么一说。那人家是什么人种啊？我们这种小身板能行吗？也不是啊，他们当中有好多亚裔士兵，也有好多是从大陆出去留学的，人种不是问题。你们看，刘翔不还是世界飞人吗？我研究了好多的妇科资料，我觉得他们是对的。虽不记得说，就算老人们的说法是对的，我们现在也别无选择，不是吗？也是啊，要是打仗了，我们总不能跟敌人说，我来例假了，例假期停止休战吧，行不通啊。看来我们真的是别无选择了。那我们的身体怎么办呀？来例假还下水，万一我妈说的是真的，不就……那如果我们现在是在战场上，还能不下水吗？听我说，亲爱的，我相信你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忍不了要忍，忍得了也得忍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就想想我妈。妈，想你妈有什么用呀？我妈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生的我，生了我又继续下地干活了。你，这是真的。我妈在苹果园生的我，所以我就叫苹果。我说呢，那你当然不知道我是有多疼了。谁啊？干嘛？他来管人拉屎撒尿啊？你在这儿抽烟啊？你赢了，去告吧。不好意思，没个习惯。那谢了。站住！怎么，后悔了？给我一根呗。啊，我说给我一根呗。你过来。哇塞，一整包藏得挺好啊。那是，你会不会啊？不会我可以学呀。不要咽到肚子里。这什么烟呢？怎么这么辣？老狐狸，你要小心。Yeah!
呐！哎呦，季生鱼何生亮啊！再来一句吧，完了。哎，小腿跑得挺快。你们几个，西北15度方向三个，给我抓回来。玩不玩了？不守游戏规则就不好玩了。退出没那么麻烦，你就可以把头盔放在那儿就可以了。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们啊，高强度的训练和压力一定会让你精神崩溃，你们想要逃跑，无非是因为你们完全不知道如何摆脱现在的困境，真的太不理智了。你们，你知道你们三位在我看来是什么吗？嗯，逃兵，逃兵，明白吗？不需要我再解释什么了。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，我们不会在你们档案上写下逃兵两个字，全当是你们自己自愿退出的，这样对你们未来的军领生涯会好一点。去吧。闻到了一些异常的味道。谁在用香水？到底谁在用香水？我不告诉过你们不许用香水，会被敌人的军犬闻出来的。到底谁在用香水？
次不低呀你。啊？爹呢？做了防水措施啊，挺有想法，挺有见地啊。你知不知道在敌后抽烟，我应该扣你多少分？20分。你在敌后抽烟，我就扣你20分，扣50分。讲，我也抽了。难姐难妹呀、啊！真想，想不到，二位是臭味相投，畸形虐恋啊！报告。讲，是我的烟。而且是我带他抽的，报告，是我自己要抽的，报告，都是我的错，跟他没有关系，报告。哎，行，你是想把我脑子吵坏是吗？啊，好啊，不用争，你也扣50分。我不会那么不上路子的。看到了吗，特战队员。是不能沾上任何一种瘾的，因为这个瘾头它会害死你，会害死你的队友，害死全体人的。你们在敌后作战，一旦被俘，你就一定会暴露身上的这些弱点，你们女同志身上都是弱点。老道的审讯专家不会放过你。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？啊！你在敌后你就死定了你。你就跟他一样，死定了。老狐狸。啊。马上给我重新点验一遍，再有违规的东西，他们不走，你走。是。全部回去，重新点验。这些都怎么带进来的呀？哎呀，我
基地有个老乡，我让他悄悄给我带下来埋在土里，等晚上换班的时候我给他再挖出来，我哪知道会是这个样子啊。你帮帮我吧，啊，帮帮我吧。快点，班主带点快，我快拿出来，快快快快快快手机不让用手机，你还用一个智能手机，啊，是网虫，没有网络不行的。不是，哎，你知不知道，一人犯错全队受罚。喂，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哎呀，行了，少将，行，那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想怎么办吧？哥，怎么办？这么大，这么大智能手机，往哪塞呀？不让我出来吧？我不管了，那，你说你说。我帮你想办法。好的，这是个人，再找找，我再找找。这个，我也不知道。我问你好吃吗？好吃。给我。把嘴张开。
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在战争当中，只有最冷静的战士才能生存下来。面对死亡，每个人都会有恐惧。最好的办法，不是让你们忘记恐惧，而是要战胜恐惧。我今天心情很好，所以陪你们玩个游戏，击鼓传花。每个人拿着这个炸药包，在心里默数三个数，三秒钟的时间立刻传给下一个人，一直等他爆炸之前，把他扔到这个水塘里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开始。不要炸，千万不要炸。哎，你们一定特别害怕吧？啊！不会呀，我的双手抖，快拿走，快快快！时间越来越紧了。一、二、三。爹，你什么意思？超过他们了，快传给下一个，快！一点儿，下面一个项目，10公里武装越野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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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下满意了，10公里。哎呀，中午饭又泡汤了，这跆拳道真不省心。还在啰嗦什么？快！你们没有多余的时间了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快！一步踏错，终身错。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边呢。哎呀，你都看见了？看见了。我是说，这个跆拳道运动员很危险，态度根本没有团队精神。我们培养队员，除了培养他们的胆色外，还要培养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。这算怎么回事？我就搞不明白了。这只是你是不是特别想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开了？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。但凡是有点能耐的人都喜欢自我表现一下，他也一样。但是他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，他从小就从体工队长大，他没有经过部队真正的训练，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部队的精神养成。可能正因为这些，我们要想开掉他的话，其实很容易。但是，我们要想留下一个有胆色的女兵，可能就难了。哼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他的行为和举动已经违反了一个特战队员的原则。这也是我在想的问题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还想留下来观察观察？哎，毕竟他第一次参加正规连队的训练，还需要一个过程。艾雷神，这可不是安分守己的人，早晚要给我们惹事的，你知道吗？正因为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，这样才增加了队伍的竞争力。把他留下来没什么大碍，反而是对部队是有好处的。如果到必须走的那天让他走也不迟。
但是你觉得他会走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行吧，没有调教不好的兵，他会迅速成长起来的，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。哎呀，这集训队变成新兵连了，比你弄得真是。没办法，现在咱们面对的不就是一帮女兵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除自己脑子里面所有的固有思维，我们不能再按常规一样。 我肚子疼，我想上厕所。嗯，跟我过，赶紧转转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二愣子干嘛？不着急啊。 是。又被这丫头搅黄了。我发现呀，这女兵明显的比男兵多心眼儿啊！看来现在这招不灵了，拉出去，好好练练。是。时间到，抓紧时间交卷。 带上你们的武器装备，障碍场，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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